Lilia， 今天带我们去哪里看房？今天带你们去看的是嘉丁山花园，一个三房海景，连车位的单位。现在带你去看。Lilia， 这里很大，但是没有装修啊。是的，这里实用面积是1161尺，没有装修，因为空间大。适合你啊，怎么样的设计？玩创作，因为房间有对流窗，不用开空调，都非常的凉爽，非常舒适。你看这个饭厅、客厅都比较大，因为是单边位，所以景观特别的开扬。走出露台可以看到无敌的海景、山景、市景。露台上喝杯咖啡都很惬意的。哇，晚上肯定很漂亮。哎，那你讲得太对了，意境啊真的是比白天的景观更漂亮。好，我现在带你去看看厨房吧。厨房里比较的大，工人房在里面，工人套房在里面。工人房卧室的景观都是嘉丁山的山景。我们再看看房间吧。这个呢，这个是一个小的房间，虽然它小，但是已经不小，一直在这里放了一组衣柜。这边放了双人床，三边架床也很宽敞。这个客房看出去的景观跟厅一样，同样是海景、山景。这个是客人厕所，客人厕所也比较的大。我们再看看这个小的房间，虽然是讲小，其实不小的。一组在这里住了一组衣柜，放个双人床，三边下床也不是问题。这间房间望出去的景观是嘉丁山的山景。非常的舒适。我们再看主人套房吧。你看这个主人套房有多大呀，一直在这里放着衣柜，同样放个双人床，三边下床也非常的宽敞。主人套房跟客厅一样，享有无敌的海景跟山景，非常舒适。这是主人套房，主人套房浴缸闪闪红。真的很舒服。是的，像这样的单位非常罕见的。你快点带你的家里人来看房子吧。那你电话几号？我的电话是5188-1389。谢谢。